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是我们的1186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聊聊这一款，黑苹果所设计推出啊，维米魔戒的蒙威统帅。这是维米魔戒的第二号的作品啊。第一款的话是这个小钢帽，哎，这是小灵通。但是呢，根据设计师本人的说法呢，这一款这个大头的 ，OK， 致敬电影第五集的 Megatron 的这个蒙威统帅的，反而是他最早有一个构思的一个玩具。那彻底玩过之后呢，哈，真的是可以感觉到用了多少心思在这个作品上面啊。各位呢，最近如果你有收看我节目，应该会知道说我的这个最近心情不太好啊，很多的事情啊，这个 YouTube 账号的这个事件呢，感觉上啊，好像我不是很，好像表现得很坚强，其实对我来讲是损失是很大的啊，我只是不想散播太多负能量给大家看啊，因为是非常非常不甘心的一件事情。这个做了九年的一个盈利稳定的一个频道啊，就突然变成不是自己的啊，总是很难过的。那郁闷了几天啊，那就在这个玩具的这个洗礼之下呢，我心情呢有真的一瞬间有变好了非常的多啊，因为玩到一个很好的玩具的话，就是毕竟我们做这个频道是从玩具开箱分享起嘛，那这个玩具给我一个很大的正能量啊，这个赞啊。好，那我们就这个我个人的因素呢就讲到这里吧。首先呢，它是附带一个地台呢，跟玩偶本身呢是没有一个任何的结合卡扣的啊，所以摆放的时候呢就是请自己小心，包括这个炮台也是一样啊，它是直接是放上去而已。那我们简单看一下上方的这个涂装啊，基本上就是干刷，而这个炮台呢在电影第五集里头也是有它的细分的啊，当然这个也可以跟它的上一款的这个小钢帽呢是稍微有一点互动的一个细分了啊。那这个无独有偶啊，这一般来说呢，这以这个贪婪啊，小气啊，这个吝啬啊，喜欢等跳楼啊，吃人不吐骨头的变形金刚同号的买家来说呢，都是希望说啊，你能不能配件少点啊，价格便宜一点啊，通常都是这样啊，对不对？好了，就算你不是，我也认定你是了啊。这个大家都喜欢贪小便宜之类的，但是呢，这一次倒是有点小意外啊。你看这个地方啊，你给我注意一下这些细节。就是有朋友呢看了我发这个动态之后呢，居然表示对地台有兴趣啊，这个倒是比较少见啊，所以这个果然是青椒萝卜各有所好啊，什么样的人都是有的。那这个地台的部分呢，就暂时的呢就地台还是有一定的重量啊，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啊。那摆放的时候呢，再次强调啊，彼此之间呢是没有结合卡扣的，所以呢在拿取的时候呢，请特别特别特别去小心一点。开始来聊到玩具的本体了啊。首先的话呢，它的身高呢其实跟一个官方的 Deluxe 等级呢差不多，但这个头身比呢已经告诉你它是一个 Q 版的人物。那在可动上面的话呢，各位就自动来讲是不要去要求的太多，不要要求的太多。我这个头好像没有收好，对不对？这个头应该是把它压下来一点， OK， 这样子比较自然一些。那么呢，我们先看一下吧啊，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各部分的细节。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甲胄感觉，就是这个中古骑士重盔的一个风格是非常强的啊。毕竟第五集大家知道骑士风啊是非常强烈的，这身上一层一层的这个板甲啦，这个包括这个裙甲的部分，以及呢它这个身上的这个甲胄啊、盾牌啊，这些里头呢都会有金银，还有这个像什么钛合金的这些分色啊，包括脑袋内部还有这些斑纹，这些都是刻意去涂上去的啊。做工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达到非常好的高水准的一个表现了。后方你看这里有这个赛星文字以及背部，一般来说呢 Hasbro 推出的那几款 Megatron 的背后呢都是比较造型来讲都是比较悲惨一点的，但这一款完全变形的状态下呢，它的背呢依然是收的如此的漂亮。后方的话呢，唯一的一个这个玩具唯一的死角就在这里脚后面这一带，对不对？这一带是镂空露出一个球冠，其他的话呢几乎都是非常高水准的一个表现了。后方内部的这两片部件的话就折进来啊，这个你怎么折其实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收进来就可以了。两个推进器在这里啊，这个后脑袋从后面来看，对不对？也是非常 Q 啊，这个背影也是看上去非常帅气的。那么呢，唯一的话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啊，这两片的这个能不能够合起来啊，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啊。这一点的话就比较，你要说可惜吗啊，好吧，那就好吧，有点可惜，这样可以吗？好，那两侧的肩甲呢也是做到一个不对称，这边是有肩甲，这边是没有的。那身上的这个配件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首先这一把这个梅林的权杖呢把它拿出来，这个是完全变形的时候也是可以收纳，正确的收纳到这个飞机里头的。你看正中间这个十字的一个纹章侧边
OK，特别是这个十字啊，我们当时在看电影第五集的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呢，是有蛮多这个十字文章，不过是出现在剑柄上啊，梅林的法杖倒是比较少出现啊。那你可能会看到我手上有一些，这黑黑的，这个没有错，是把玩这个玩具呢会出现的一个效果哦。所以它身上的话，这个涂装的部分呢，你这样摸啊摸啊，还是会有一点点去把它磨掉的，特别是像我这种，对吧？热血男儿当然是手的温度会比较高啊，就自然而然的话要给各位讲一下。那当然了，这个摸一摸掉一掉，其实基本的配色是不会掉的啊，这个点就不用担心了。顶多是上面一些旧化的粉尘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些的，慢慢会被越玩越亮啊。那这个武器的话，也是电影第五集里头，这种是又像斧头又像刀刃哦，就是砍人头、砍斩首用的，非常残忍的一个武器。当然也非常适合 Megatron 的这个性格了。手炮的部分呢，上方也是有这个做一些分色。那这个盾牌，这个呢，这个在电影。电影系的 Leader 级，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炮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它把这个 L 级的话是这个的话，像盾的这个炮呢是坐在这只手是整个是空的，但是呢这个黑苹果这个版本的话，则是给它炮跟盾是两手同时做出来的。那么呢以这个变形来讲的话，它其实呢手部的变形呢有点类似 Leader 级，就像。这个 One Piece 有那个弗朗基啊，两只手背到这个头顶上面去，然后呢，它的整个头呢几乎是整个变形玩具的一个本体。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体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哦，拎着头这样转啊，这个也是不会晃动啊，所以是做得非常紧实，公差算的也都非常的没有问题啊，基本上就是很棒的一个玩具。唯一来讲的话，可能可动度的话会稍微弱一点点嘛，不过基本的可动还是都有啊，头的一个360度转动，要转真的要转也是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嘴巴的话可以动，牙齿，然后有非常，对不对？尖的一牙齿。还有啊，眼睛是不能发光的啊。很多人会说大头娃娃这眼睛要发光啊，其实这款是并不会的。手臂的话呢，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大型的球冠在这边，手臂转动都没有问题。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个结构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可以弯到约90度啊。两手的弯法不一样啊，这里踢一下，这一侧的话是可以往上。往前弯90度，另外一侧就不行啊，另外一侧的90度要打断手往后折啊才行啊，所以两手的一个结构是不一样的啊，毕竟两手造型本来就不同。那手腕无法转动，是整个是一块的一个部件，裙甲往前往后啊可以稍微动一些，腰身是卡死无法动的，脚的话呢往后踢往前踢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可动啊，包往侧边开也可以，外摆内收啊，可以看到这个结构。然后膝盖的话呢无法弯到约90度，脚踝呢严格来说啊，它是有接地的，但是呢，因为变形成这个，它是有一个地方要扣进去啊。这个地方，其实这里有一个凸，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块凸啊，它在扣的内部是有个洞啊。这是正确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扣法，要扣起来。那一旦扣起来，它就会限制了它的一个脚踝的一个接地。那这个看你个人那个偏好了。如果你想要站得好看一点什么的，你把它解锁解开来也不是不行啊。像这个，人物的站立来讲的话，还是需要去handle 一下。可能头的部分呢，因为头的部分比较重，你就稍微把这个重心的部分呢往前面轻一点点，它的一个站立会比较好。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了，这个。论平衡度的话呢，奇怪，我是连 JS 倒立都能够站得起来，莫非这个大头我还驾驭不了吗？对不对？好，就稍微的调整一下，还真的站不住，是哪一招啊？这个来调整一下好了，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没有理由站不稳呢、啊？还是你舍不得我变形你吗？舍不得我把你变成我的形状吗？OK， 那我们现在的来进行一下这一款蒙威统帅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武器的部分呢，我们都先把它给取下来吧。那在变形的时候呢，各位如果你已经有看过黑苹果本人讲解的一个版本的话呢，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他已经讲解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个人的话呢，就会用另外一种变形的一个流程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啊。我们先把这个头部给完整好了，我习惯先从头开始变。那头这两次的这个两侧往两侧掰开，它这个凸呢就会自然的会滑出来。这个地方往两侧掰开，它这个很长的这一节凸呢就会自然而然被松脱出来，你再把它往两侧掰开就可以了。那我提一下，本身在变形这款玩具的时候呢，你完全是在欣赏一个 Megatron 的一个表情包，你会发现它各种凄惨的表情都会出现啊，大家就不要觉得很奇怪了啊。首先呢，这个两侧的部分呢也把它给搬出来之后呢，后面的这一块部件呢，后面这一块啊，
后脑袋瓜子的这一块啊，这一块部件，这个整个后面的这个后脑袋这个部件，这边稍微的去拧开一点点，然后两侧呢把它给拉开，这个地方头顶盖这个地方往两侧拉开啊，这个地方这里揪住了啊，往侧边拉开，它是有一个把它拉出来，这里是一样的，揪住，然后往两侧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表情啊，你会继续看它可怜的一个表情。整个都拉出来之后呢，就方便我们做这一块部件的旋转了，整个的往上面转上来，转上来之后的话，我们整个部件的话就是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推过来，从这个地方整个压下去，好，整个压下去，这块部件呢也往内啊，从这个地方给收进来，这边这块部件到此就先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整个部件呢，这整块部件啊，这一块部件把它整个以这个地方给转轴，把它给转180度，从这个地方转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先往后面退。我们要怎么转呢？转过去啊，这里会妨碍到，先把眼珠子推出来，这里推出来，然后转到后面去。我们要做什么呢？把这一块这边这个部分呢是要卡进，这里有个缝，这里是有个缝的，在这边先把它给往内放进去，放进去稍微先压一下就好了啊。然后我们转动这一块部件，转动了，然后这块凸就是我们一开始说比较长的那个凸，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扣到侧边，这里有个洞，扣到这边把它给扣进去啊，到这边。然后呢，另外一侧我们也是相同的一个办理模式啊，这个比较办理啊，很久没有讲比较办理了，对不对？早期的节目都会说啊，来这里先把眼珠子推出来，再把这个部件呢转一下，转到就是要把它扣进这个洞就对了，这样子。这啊，对不对？这一块部件先往后面推，把它卡进这个凹槽，卡进去之后，再利用这个地方这个球形关节，把它的这个蒲公刀把它给扣进去。好，到这边 ，OK， 到这里，没有问题。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大回旋啊，从这个地方转180度，转过去，好，转到这里，然后呢，整个部件稍微退一下下来，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两侧都有凸吗？不，两侧都有凸吗？它正下方刚好两边都有两个凹嘛，对不对？这样子就把它给这里，把它给扣下去，这里给咬合进去，那就是前面咬这里，后面扣这里，这边。前面咬这里，后面扣这里。好，那么呢，这个头这个部分呢，大部分呢就先到这个地方，但是到这边，然后两侧这中间的话呢，可以这两块部件可以挑出来，这里挑出来，两侧往中间，这里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空洞的部分呢给遮盖起来。那不过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手的话还是要稍微巧一点点啊。如果手太笨拙跟我一样的话呢，可能要调整一下啊。这边好，OK， 到这边，那主要还是这两个地方把它给扣紧。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把它的头部呢，它的头差不多已经变完了啊，看到了吗？它就会最后的形态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把整个头几乎已经把它全部变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做它的其他部分的一个变形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啊，这个把这个胸甲不对，先把这个裙甲这个地方由这里往上面挑起来，从这里往上挑起来，好，方便我们做这个下面这个部件的一个往下面整个把它给拉出去。这个地方它平常是这里是有一个凸啊，这个凸啊它是去卡进这个地方这个凹，我们现在把它整个先给分出来，分出来之后呢，这个整个部件呢先往外面整个都给拉出去的话呢，我们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给解放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先变形两手好了，两手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松开，这个地方它这里是有个凸啊，原本胸甲侧面有个凸，它是去扣在这里有个洞，它本来人形下是去扣在那里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它给松开了，这边也是一样，这边已经松开了，好，到这边，然后呢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这里以这块部件把它往外面拉出来，这是起落架的部分，从这个地方记得一定要整个给拉出来。好，到这里的话呢要做一个动作，中间的这一条的部件把它给做一个180度的一个
大转动这样的，你可以只转中间这里，你也可以连同后面一起转，然后再把后面再转180度把它调整回来也是可以的，就这样子。好，换句话说呢，这是飞机的一个顶部嘛，你看这个造型就知道，这飞机的上半部，我们要把人形的腿呢是移到飞机的一个下半部来，接下来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手臂的变形。我们先把手给变完好了啊，手的变形有点意思，但是也有一点纠结。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主要是这个地方要塞进去呢，它是利用它这个地方的关节是一个横向关节跟一个纵向关节，是两段式的一个关节。那严格来说就是很简单，就是把它给能够平放进来为准，能够平放进来就好了，转动它然后放进去，转动它放进去啊，这个没有问题，就把它放进去。好，五步起色，放进去没有问题，重点是找不到地方放，对不对？这里呢两手的话呢就到这边这个部分放下来，一定要记得啊，就是这个以造型来讲，各位也可以想象这两个赛星文字的部分要朝上，接下来就两手之间小臂的部分的结合了。小臂部分的结合呢，我会建议啦先变这个，首先这个炮手这个部分呢请给它旋转180度，我们要把这个凸要朝，等一下插到这里来。那这个地方就是无论如何呢请你发挥你的各种有的没有的能够把管子放进去的各种超能力呢，去把它给转进去，就这个地方这里，主要是要以这个地方内部，它有一个外摆内收的一个转轴嘛，对不对？我们就把它给转进来，不管你怎么转啊，你只要能够把它转进去就对了，转进来。好 OK 这样子转进来了。好，到这边将这个炮手的这个部分呢把它给塞到这里，对准了就给它对准了，就可以准备把它给放入啊这边。好，那么这里的话呢，你看到这个有赛星文字这个部分会压在这个炮手的上方，会一定会压到一点点，两侧都会压到啊，两侧都会压到。好，先到这边整理到这边，接下来这个盾牌手这里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地方这一块部分是要拉出来转出来的，从这个地方转出来，看到没有，转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个部分再往前面转出来，它是有一个延伸出来之后呢，要把这个凸呢给塞到这个位置啊，从这边塞进来，哎，到这边，然后整个这个盾牌就到这里了，然后转动这个外表内饰的位置过来到这里，跟另外一侧呢做一个合并。那合并的时候呢，有四个地方要结合，这里有两个位置嘛，一处两处，它要扣哪里？这里有一个凹，这里有一个凹，以及呢，就是另外一侧手的一个虎口的那不对，应该说另外一个就是手掌心的一个结合，到这边。翻到底部给各位看，你也可以先扣下面这里，就是两只手都要去握住这个炮，看到吧，两只手就是两手的这个炮在这边这样握住它，然后呢正面就是下面握紧的情况下再来去调整上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下去，这边两侧都给压下去。好的，然后呢这个中间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再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其实它手部的变形呢并不难，但是呢因为部件的关系呢比较小，需要去花一点时间做一点调整啊。这是它我整个变形里头呢，我觉得手部的变形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样干净利落的一个地方，到这边。但是呢我要讲一下，所幸啊，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款玩具变形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强调这个地方好像容易坏，没有，安全系数非常的高，所有的不管是连接的杆子或者是部件都没有细小的，完全是 OK 的，可以放心去把玩的啊。唯一要小心的就是你的手不要像我一样弄脏了，但是多玩几次呢应该就干净了啊，多玩几次它就干净了。好啦，那这个基本上呢上半部已经变完了啊，那下半部你就直接超时空要塞模式把它 ending 了，没有啦。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个地方有个凸对吧，这里又有个凸对不对，它要扣哪里，这里有个洞对不对。其实这一款玩具呢，我在做这个就跟各位分享变形的时候，就是在跟大家讲说它的一个该扣的凸跟凹在哪里，只要这几个地方去扣到位啊，基本上你变形也就完成了啊，这不是废话嘛，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就是把整个这个后面呢是直接往后面拉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腿部的一个先处理腿的一个部分，就是把这个脚，你看到吗？这个地方有一个钉，那就是把它给打开。这个地方这个设计，我觉得翻开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它很妙。怎么说呢？它把两个飞机的推进器藏在脚掌里头，而且互相还做成结合的卡扣啊！这个是一举数得的一个设计，我是觉得蛮妙的。我是觉得蛮妙的，不是说我们有点私教，我就说这个果神的这个东西很好，是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对不对？不是对不对？就是好嘛，就是好嘛，对不对？好吧，这样子分开之后呢，把它整个的往后面退回去，往后面退，整个往后面退，退到最后面。然后你要记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这个凸要对准这个这里，有个洞在这里吗？尽可能的是把它给放到内部去，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给塞进去。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放进去？因为你这样子能把它放进去呢，表示你整个飞机的一个是骨架是直的，它是直的。最后的话就是收纳这两条腿，它怎么个收法呢？你看到这里有个凸，两侧都有凸，它要扣进哪里呢？这个洞，这个洞。所以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步骤要做，就是把它的这个往上面翻上去。这个就是我那个提到这个人的这个脚后跟啊，脚后跟有一个破绽的地方就在这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凸扣进上面这个洞，以及呢它的这个两腿呢本身自己呢又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左右两侧又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啊。所以我们最后的工作呢就是在这里了。最后的还有其他武器的结合，还没有到最后啊。我们先把这两个裙甲呢往最前面推上来，推到最前面，推到最前面的情况下啊，顺便提一下好了，推到最前面的情况下呢，如果你两面裙甲刚好可以夹住中间这个部件，表示你的这个调整也是正确是对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透过这个地方的几个关节呢，把它的这个凸跟凹呢给扣进去了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对准一下，把它给扣进去。好，那这里的话也是要运用到这个原本人物大腿的一个外摆内收的关节呢，还是需要用得到的，还是要用它来做一点简单的一个调节。那这里的话呢，因为看不太清楚啊，镜头前面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就给它稍微一点盲变的感觉，硬是把它给扣进去啊。这边好，往上面推，运气好的话呢就一下子就嘟进去了，如果不好的话就是稍微要调整一下。这个地方是 OK， 这个脚掌基本上是往内要推啊，好，推进去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这个地方往内压进去。我越往内贴近的话呢，你的那个公差的一个误差呢就会越小，就越容易去扣得到位啊。好，两侧都扣进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中间这里自然而然也会扣在一块。行，那最后呢，差不多快要变完了啊，最后就是剩下这个把武器给装上去。我们先扣这把刀，这个时候先把这个刀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就可以了啊，按紧，越这个地方捏得越紧越好。再把这两片裙甲呢往后面收下来，你会看到这个裙甲它这个地方这里其实还是有凸的，看到没有？然后这里对应边有一个洞，凸个按，然后这样子扣进去。所以这一款它从头到尾的变形就是不停的在找结合的卡扣，而且都不难找，不难找。那这个地方的结合卡扣在这里，这里是有一个凸的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前面稍微对一下，然后后面再按一下 OK， 基本上就是已经完全扣稳了啊。那么呢这个糟糕，有个地方没变到啊，糟糕了，哈哈啊，这里就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啊，这里还差一点没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地方 OK。 那么呢这个整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大功告成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文明魔戒所推出，由黑苹果所设计，非常非常棒的一款这个蒙威统帅，从机器人到一台外星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啊，首先呢它的一个大小的话呢比一个 Deluxe 等级的话呢稍微再大一些些啊，但是零件数的话这当然是不能够这个用官方的衡量了啊。非常非常妙的一个变形过程，我相信各位应该也可以感觉得到，它的记忆点呢还蛮强的，变过一次呢基本上也就能够完全的去记得住才对啊。基本上只要你对它的人物造型啊，特别是对它一个异形战斗机的一个造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你大概也能知道怎么翻转啊。那我拿出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官方 Legion 级的玩具，因为它两手臂呢，你看它这个两手臂都是翻到正前方来啊，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他的两只手确实两只手也是放到前方来，而且两手臂结合的方式呢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复杂度来讲这个要难得多。那么两腿的话呢，他的这个设计是两腿是背到后面了，就是两腿是在下方，那这个后半部是完全就不一样，整个几乎都是他的这个人形的头啊，你看这两个机翼是收在人头的内部，这个也是人形的脑袋瓜子啊，然后人形那个眼珠子的话这个时候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人的一个后脑袋那个造型呢是直接是整个这块板啊，那下面呢这四个推进器呢则是人形双脚里头所隐藏的四个推进器啊，那根据这个设计师本人的一个说法，还是很在意特别啊，希望重现这个后方这个造型啊，就是这个Megatron 跟这个 Nitro Juice 呢抢走了这个权杖的时候呢变形之后然后飞走的那个画面啊。 OK， 这一代确实呢有成功的去做到了，然后这四个推进器呢是平常是隐藏在这个脚掌内部啊，非常妙的一个设计了啊。那本身的话呢，涂装呢在这个形态下呢也是无懈可击，身上虽然有一些这个像是这个什么插栓啊什么这个，但是浑然天成啊。 OK，就算有一些螺丝啊什么的话呢也不会让他觉得很突兀啊，然后身上的这个红色这个人形的红色的斑纹呢这个时候就拆散到身上的某几个地方，但是一点的也不会特别去突兀，起落架一样有做出来，底盘的话呢后面是稍微有一点点厚，但是问题真的都不大了，从侧边来看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外星载具，放在桌上呢可以说是四平八稳哦，你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它真的很稳，真的很稳，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很棒的一款玩具。以一个自主设计的这个玩具来说，这一款呢真的非常的优秀啊。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就是评价过这个果神的这个探长，我说这个为了强调这个造型啊，有时候不择手段的结果就是零件过于的细碎，但是这一款的话呢完全已经脱离了当时我给他的那个评价，这已经是进化了，不知道功力已经不知道又往上进步了多少的一款作品了、啊、非常好的一款作品，造型也是够可爱了，整个做工啊涂装啊来讲的话呢摆到你的桌上呢完全可以彰显你的收集玩具的品味的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棒，很赞很赞，我很少这么样用心去夸奖一个非官方的玩具，很少很少，也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一款呢一扫我近日一些心情郁闷的这个情绪了，强烈的推荐给大家，一定要enjoy一下这一款玩具，非常非常的妙，包装盒也很漂亮啊，送礼啊什么的话完全完全是上档次的一个东西。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